put my soap.正规的弹法就是标准的一个弹法，不是就是一般的曲子嘛，就是弹，然后它就这样结束了。可是玩你后面，其实你要是玩键时，就是你必须开始要它和弦，你要背的那个，而且你就算你看谱，它也是要看谱，因为记住啊，你看谱的时候就表示你只是到看谱程度而已，你根本没办法把和弦记在脑袋瓜里，你没办法吸收进去。所以我一定要同学你一定要。练到不要看谱，要背起来。你为了要背这个，你就把和弦进行你要背嘛，不然的话你怎么办呢？你不背和弦进行，你就永远在那边弹，看着谱弹，你永远程度就停在那个程度。所以一定要把它背起来，而且你不要弄太多歌嘛，他什么都要看谱，这样就完蛋了。你等于是只是把这首歌去应付完了而已啊。那这首歌的话，你只要背起来的时候，那和弦进行多漂亮 ，re sol do fa si mi la， 两个。你看这，它就和弦进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你假如说你开始要研究的时候，你就假如说和弦公式的话是。你要即兴的时候的，等于说跑了一下即兴了，就是公式 re sol do fa si mi la， 我再弹一遍主旋律啊，然后再即兴一下子。这一段哦，这部分是即兴的，后面就是即兴了，也就是说。那同学每次都要说，老师你可以把这个谱写给我，那我没办法写，我跟他弹的时候，我每次弹可能每次都不太一样，我不知道，你再重新叫我再把原来再弹给你听，我没办法。所以就是和弦组成的那些音你自己去配。对，不是，除了对，你要知道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和弦进行是 re minor 对吧、嗯、？re sol do fa， 你看 re 和弦的时候，你在跑 re minor 的时候呢，你有哪些音可以跑？
就是 Re minor 7的时候呢， minor 的时候你可以九度可以跑，四度可以跑，在小调里面的话，而且四度可以跑，七度可以跑，六度尽量不要用，六度，就是这个叫做 Re minor， 这个西的音尽量不要用，所以你看小和弦里面的话，这个你想想看，它的范围反而用的很广，你看你先跑这个。Re minor 的时候，你这几个音几乎全部都可以噔噔噔噔噔，全部都可以用，这个音尽量不要用。你看，就是你除了一指弦以外，你也可以跑二指弦。二指弦的效果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。这个 minor 的时候呢，你看 minor 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它的九度可以用，七度可以用，记住就是九度在这边吧，一直行的九度，七度在这边，然后你看我现在跑 Re， 啊，进到收和弦，收和弦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收和弦，那在收和弦里面呢，收和弦当然是 7也可以用了，没话讲，六度可以用，九度可以用，就是说。你要练这个东西的话，变成是你要把每一个和弦音阶的五声音阶要练好，五声音阶要练好。G 和弦里面的音有哪些音可以用？这个音可以。你首先要把这个地盘大概知道了，然后再来哆和弦，哆大家都很清楚，没有问题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进到发和弦，发和弦是大和弦，六度可以用，九度可以用。啊 ，B， 这首歌的 B diminished 的话，你可以用 diminished 音阶，你可以用 B 的 major 的组合主音主要音阶，然后再来 Mi La， 你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要研究，当然在座大概就是，反正你变成你剩下同学呢，我看就其实弹琴好多种阶段的，像新同学来讲，你能够把谱，当然你们一开始要看谱嘛，没话讲，你不能说你谱也不要了，你们对你们来讲，你一定要看谱，把谱放在这边，规规矩矩的还弹，然后慢慢的，当你程度好像他的话。他的在班上程度还算稍微好一点，大概松山现在那个去大陆那个还，那你就开始你要研究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拍子，还有我现在只是告诉你个这个和弦的这个范围嘛，对，可是你那个节奏怎么用上去？问题是大问题。当然我告诉你这些音可以用，你问题是你还是弹不出来，你不知道。怎么配这个拍子？怎么插进去？而且弹起来很难听呢、啊，很呆板呢、啊。可是这个是过程，没办法，这是过程。那个，我以前早期也是一样，我在家里面练一下子，练了几个音阶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反正歌星在上面唱歌嘛，然后你再伴他伴奏，那你很想把你练的那一招对吧，用一下子，弹一下子。一弹那个反而很生疏嘛，弹久那歌星会回头看你啊，你赶快再缩回来，又回到规规矩矩这样伴奏这样，可是这是过程，没办法，大家慢慢累积练习，所以为什么说叫你们上台伴奏就这个道理，伴奏的时候就是反正有个平台给你们，错了也无所谓啊，你要自己要练习伴奏，可是现在有这个平台给你们也就太少了。因为放眼望过去，老师也不过上来就是，也是一般老师都是这样的嘛，就是给你，然后你上来谈一谈，几乎都这样的。这个今天主要是要介绍你们这个那个概念。
好不好？